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 Let us pray. Dear God, we want to give all the glory to you. 慈爱的主啊，恳求你此时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一同在此聚集，求神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暂时远离那些烦恼我们的事，此刻就让我们单单定睛在神的身上。主啊，恳求你成为我们的力量和避难所。主啊，我们的情感与心思意念向你敞开，愿你以喜乐、慈爱、平安充满我们。应许的神啊，我们未曾忘记那彩虹下的约定。虽然我们常常陷入罪恶和痛苦之中，但因着主的恩典与怜悯，让我们有得救的盼望。主啊，我们要赞美你，世上万有都属于你。愿你兴起你的子民，高举你荣耀的名，因你实在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赞美。主啊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因为你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意义和祝福，我们也从你领受了恩赐和才能，是要完成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。感谢主让我们在上个礼拜顺利选出了十二位执事，愿你帮助他们成为敬忠的管家，在所属的领域里依靠神来完成所交代的工作，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全胜利的主啊，每当环境的冲击像海啸一样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圣愿你帮助我们，虽然我们是软弱的，但你曾应许我们，疲乏的你赐能力，软弱的你加力量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我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奔跑却不疲乏，行走却不困倦。我们要一起翱翔在神的国度当中。谢谢主耶稣。今天我们要再次的和主你一同坐席领受圣餐。主耶稣，每当我们拿起饼来，我们要纪念你；每当我们拿起杯来，我们要感谢你。谢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，再次回到天父的面前。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全然交托在主你的手中，愿圣灵四面环绕我们，愿一切的荣耀、尊贵、权柄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。在你面前献上谦卑的祷告，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。圣经记载在旧约创世纪第九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，我来念。创世纪第九章第十二节，神说：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，我把虹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，必有虹现在云彩中，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，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。虹必现在云彩中，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。神对挪亚说：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。第二处的圣经也是在旧约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。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二十八节，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
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愿上帝的话帮助我们每一个人。接下来讲到，我们要请 Pastor Simmons， 他所要传讲的题目是 Rainbows and Wings， 彩虹和翅膀。我们请 Pastor Simmons。